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吳嘉怡，我是 Finley， 咁我就其實都好中意唱歌彈吉他啦，咁都會有陣時候有啲 busking 嘅表演。咁今年呢個活動咧，其實第二年參加嘅抗毒心聲齊齊 live 呢個活動。咁今日揀咗三首歌啦，其實就頭兩首都係自己寫嘅作品咯。第一首咧就叫《最愛是你》，其實就係想講愛情、親情，即係身邊只有有人愛你嘅話咧，你就要記住誒，唔好放棄你自己啦。難忘為你添上鮮花的一份美，深愛著你。此刻多么美，最爱是你。咁其实第二首咧就系一首比较励志啲嘅歌嚟嘅，就叫做《别放弃》。没结局，再尽百次化解分忧，仍可相信最后我们这。咁就係當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咧，就記住咧要堅持。咁就好似今日嘅禁毒嘅主題咁啦，可能身邊有好多嘅誘惑，但我哋點樣去為自己堅持住，提醒自己，咁咧就可以成功噶啦。咁所以就揀呢兩首歌，就亦都係自己作品，去希望透過呢個節目咧去同大家分享啦。咁最後一首歌咧就係叫《平凡天使》。你是最平凡却最温暖的天使，其实就是我们，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的能力的，我们都可以为身边的人带来奇迹的，所以虽然我们很平凡都好，只要我们努力互相去爱和包容对方的话，其实就可以令世界更加美好。希望大家都记住做好自己，不要吸毒品了。多谢大家。